12月28日晚，记者从光线彩条屋获悉，电影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在经过票房补录后，票房突破50亿元，补录前为49.75亿。电影官微发布喜讯，叩谢来时路，再会终有期，并连写了50个谢谢，向各界人士表达感谢之情，兴奋溢于言表。有趣的是，哪吒作为继吴京导演的《战狼二》之后第二部破50亿的影片，现在位列中国影史票房榜第二位。当晚话题《哪吒》票房补录后破50亿登上微博热搜，阅读了突破2.5亿人次。不少网友用一惊一乍表达对两部国产电影之光的喜爱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